It's Tuesday， 欢迎大家来到图书馆的中文阅读频道。Hello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South Plainfield Public Library Chinese Reading Channel.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South Plainfield Public Library 的中文阅读频道。大家周二好，欢迎继续回来和 Miss Kitty。来读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。上次我们读到了发现老祖宗，然后出现了鱼类，在水里出现了鱼，那是考古学家通过化石找到的古代生物的生活遗迹。那化石是什么呢？小朋友们有没有和父母在家里讨论呢？化石是一种存留在岩石中的生物的遗体或者是遗物，包括他们生活的遗迹。而最常见的是骸骨和贝壳。那小朋友们可能经常听到的是恐龙的化石了。那如果去博物馆的时候，因为有机会还可以去看一下摸一下恐龙的化石。那考古学家就是通过这些化石来了解关于恐龙的故事。接下来我们继续看，水里出现了鱼，又出现了其他的什么动物呢？是的，后面又出现了乌龟、青蛙，这些动物可以生活在水里，也可以生活在陆地上，那跟鱼就有了不同。后来又出现了恐龙，那种庞然大物，像座小山一样的家伙。接着又出现了会飞的鸟，奔跑的牛，长着长毛的大象。再后来就发现了身手灵活的猴子，最后终于有了我们人类。那于是今天的考古学家相信，在荒山野地，在幽暗的洞穴，在废墟里，一定还藏着许多远古人类生活的证物，他们经常不停地挖掘，哪怕是一块骨头、几粒碳屑、几片碎陶、几颗石头，都会让人兴奋地睡不着觉呢。因为那些毫不起眼的东西，正是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证物。考古学家在中国大陆云南一处荒凉的山坡上，曾经找到一些老骨头和老牙齿的化石，它们非常老，是老到足足有180万年的那么老的牙齿和骨头。考古学家发现，那是一位青年和一位姑娘的牙齿和骨头，并且根据骨头结构的判断，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已经能直起身体来走路了。你见过婴儿由爬行而站立而蹒跚迈步的情形吗？那好像是一场精彩的表演，病人都为他喝彩呢。那远古时代的老祖先其实和猿猴差不多，手脚不分的攀爬和奔跑，就连长相也没有多大分别。可是后来经过千千万万年的改变，两腿居然站了起来，并且稳稳地大步向前奔跑，而腾出来的双手则可以做更多灵巧进步的事了。我们似乎也该为那些最早的人类直立人而喝彩呢。今天的故事呢，读到这一部分是考古学家发现人类的骸骨还有牙齿，通过这些发现了最早的人类也能站立起来走路的。那小朋友们今天呢，学到了几个名词，里边说那个证物，远古时代留下来的证物，跟之前我们读到的化石是不是一样的呢？然后最经常发现
关于人类的化石，那是什么骨头呢？是人类的毛发，还是皮肤，或者是哪一类骨头？小朋友如果知道，就可以跟家长讨论一下。下个星期我们会继续读《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》，今天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